又说我是，欢迎回到我的当爹，欢迎 Uzi。今天还有自卡吗？ Yeah, 没有吧？哦，今天就没有自卡了。今天就这样子了，好，反正就这样就好了。Uzi，你是不是来超多次啊？麦卡贝为主，麦卡贝蛮常来的。对啊，为什么？你也快要自霸啦！礼拜一有吗？礼拜二、礼拜三有吗？三你去过吗？三没有吧？还没上过，印象中才知道没有。礼拜五有。对啊，礼拜四呢？秋刀鱼、大鱼的节目没有去过，那也快了。电玩报报比较常上啊，真的哎，电玩报报比较需要你比较活泼。哦，是吗？他们里面人都很活泼啊。哇，你们是有心结是不是？这样的感觉，这样是有心结。没有，因为我已经很少在看了，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很活泼，应该是有吧。有。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把镜头拉出来，现在大家都围着你看，你有觉得比较舒服吗？平常在里面最多两个摄影师，这样蛮舒服的。你喜欢在外面现在是两个摄影师啊？没有没有，就是哪有了？像动物园好爆，旁边都有人哦。有吃便当，不好意思，有小型 LAN party 的感觉了，还真是蛮小型的，真的是很自由的感觉。好，那今天因为 Uzi 来嘛，所以我们拉出来主要是要进行一些桌游活动或者是干嘛的。对，那前面还带了一堆有的没的，我就跳过了，不是很想看那些东西。太好，聊一下嘛。好，我们制作人说我们要聊一下，所以因为今天 Uzi 来，是不是有一种朋友的感觉呢？就是很多朋友聚在一起的开心感。这样看起来比较像家庭吧？是吗？就是像一个小客厅，然后等一下要吃家庭是爷爷碗盘都好了，还有那个盘子放水啊什么的，感觉等一下会上菜之类的。上菜，等一下要吃火锅。真的，我觉得也比较像拜拜，放个什么三牲啊，放些应该不会像拜拜吧。对啊，现在农历七月，我就讲这个不太好，有点怕，算了吧。反正就还有什么要讲的，应该不用了吧。哈鲁也不见了，不用 care 他了。我知道啊，我腿超。这看起来。但我也算蛮常来的，感觉好像也不太需要问我什么东西的。对啊，上面写的东西看起来就是为了带进我们的零食。好，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直接看吧。我们今天这个箱子，从我上来22楼到现在，好像都放在那边没有用到，终于在里面塞一些热量了。大家有看得到吗？里面的热量。这样看起来太糟了，明天你要跳出一个人，这样不太好吧？好，先选里面的几个仙菜，我已经准备。你的顺序很奇怪呢，到底要干嘛？选几圈吃的？真的，选几个？不是啊，里面那要先打开吧？对啊，我们有请开箱高手。啊，开箱，还要找人开箱哦。你不想要打开他的喜悦吗？我还好，我个人对这个并不是有。大家也太懒，从荧幕上看看起来超怪的。对啊，来， Open! 好恐怖、哦，我不知道会跑什么东西出来。好，最后就是你们是不是因为最近要拜拜，所以这些是拜过的吗？没有没有，应该还嗯。不一定看个人，我们是下礼拜，有些人这礼拜就拜了，啊，那这样想想就可以理解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箱东西去挑啊？我刚挑过，我们从最丑的开始，不会，我那应该从你开始，没有，一定是你，Go Go Go， 你挑过，然后我们从最帅开始，没有，我挑过了，那么快点啦，虾饼了没？我虾饼了，我不是这么 care，不然你们随便帮我拿一个吧，我看。好了，靠我们最丑的那个、不是很想要站起来呢。我也是，我实在是不喜欢坐下来，都不想站起来了。我根本不敢过去。一群肥宅，你怕有什么整人大爆笑之类的吗？你说一过去，可能那个观众在那边讲说：“哦，好怕又是二长，多给他吃一点，多给他吃什么？”不是啊，我受不了，多吃一点，多吃一点。这看起来很多下面一大半都是塞一些滥竽充数的东西。来看一下，看一下，只有上面的表层而已。我也是，下面都是这个，里面还塞什么？这是什么？不要再拿了！是要是要是要！再翻一只死猫，虐待动物抓到，再翻要穿了。哎呀，不错啦，至少人家还有心啊，看起来很丰盛。我还以为很多，很丰盛，真的啊，真的，我觉得已经很有心了。你错过他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有点。这看起来蛮好吃的，这是巧克力吗？我跟你讲，你选热量最低的那个就是我要的那个。热量最低？没有看起来热量低的啦，看一下一定有。这个看起来热量低吗？我看有，这看起来我看是没有吧，我没有调味啊，就没有啦，其他都。七七乳加巧克力，我看这个就是不只是热量，还有很多化工味。有啦有啦，这个啦，这看起来热量很低。那你可以看一下吗？不要看起来。这个好难搞哦。这是豆类之类的吧？豆类我会痛风啊。烤腰耶，这么难搞啊！你知道我现在生活多痛苦了吧？自己来挑，没有东西你可以吃、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这个没有东西你可以吃的。对啊，吃死就好了。都是平常不会看到的饼干。这好像异国美食。就是你知道家乐福有一些什么异国美食季的时候买的，就会变成这样。是吗？对，或者是大润发之类的，因为正常饼都是外国饼干之类的嘛。嗯，那现在就是我们又多了一个 ，OK， 我们又多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现在多了这个箱子，然后你们可以就是
让观众来许愿，或者是推荐想吃哪一个、哦？对，给我们热量，那他们就会尝试推荐的零食啊。你们也可以直接对，你们也可以直接赞助来麦卡贝，然后他们就会买给我们吃了。哇，你们麦卡贝玩好硬哦，这样一定都是一些很恐怖的东西，不是吗？真的，就是为了做效果，什么过辣的，要不然就是什么过咸啊，对，什么十八禁咖喱啊。鼻屎口味太妃糖啊！好饿啊！不要吧，不要吧。好，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小计划。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应该不是只有给我们啦，礼拜一到礼拜三都有啦，礼拜一到礼拜三以后全部都会有啦。对，好，那就这种我觉得吃起来超腻。虽然很奇怪，我们转的也很硬，我们要开始玩一些桌游，超莫名其妙，真的超莫名其妙。我们今天这一趴就是不止把我们拉出来，又要吃一些奇怪的东西，又跟观众要钱，然后又要开始玩一些团康游戏，然后就莫名其妙开始要玩桌游。对，有点就是你知道戏学会第一次办迎新的感觉。好好好、okay ，反正你有什么东西能塞就塞，这个戏要垮了吧？那就首先你这东西好好吃哦，好好吃，你吃了高热量，好，可以啊。这一个差不多200卡，这不是很适合我。人体探测器，对，我现在比较 care 这个。那因为我们现在要开始团康了、嗯，就要玩这个。因为你玩过吗？干部出来带团康啦、啊，就是吃水果心脏病。他就是你有玩过心脏病吧？就是扑克牌。然后只要我们四个人同时出、出那个牌，嗯，那你只要上面是一样的，应该就只要那个吧。数字一样吗、啊？为什么上面这个牌还坏掉了？是怎样？还粘的是怎样？真的、欸？为什么上？嗯？哦，好，那个是月西吧？这是什么意思？不是、欸，这个是另外一个吧？雷米啦，之前上过卤蛋当家的谁呀、啊？一个好像是格雷娜那边的女主持啊。对啊、哦，我想不起来，算了吧。哎、欸，不是，你把牌收掉干嘛？这个不是闪电狼的那个。小心点啊！讲话注意一下啊！你们这边包袱比较危险，我不想理他。不能说的，没事。好，总而言之就是那个嘛，心脏病。然后我们要先取一个名字，对。比方说，欸、我们丢三牌，然后我跟 Uzi 一样，然后我就要喊你的名字啊，你要喊我的名字。如果我现在喊出来，就是我赢。哦，用喊的是不是？对。然后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替自己取一个喜欢的名字。哦，好。对，看你要取什么，要有个类别吧，类水果类吗？水果，水果之前玩过了，我觉得要换。那电影明星，电影明星大家能蹦出来很少。动漫角色，动漫角色可能 range 大家比较抓得到。可以啊，要想一下吗？动漫角色，动漫角色，格尔迪罗杰。嗯，再长一点。对啊，再长一点哦。要这么长哦？那如果我都记不住的话，那我只能是啊，真的，对对对，就是真的啊，啊，就只能这样。可是我要找名字，动漫角色、哦，克里斯多弗罗宾，谁啊？小熊维尼里面那个男的。哦，耶，就是我了。谢谢大家，我叫克里斯多弗罗宾。我找一下，我来看一下。越长越好，是不是？通常啦，你会比较。你有办法生出二十个字的，当然很好。我看我也要查一下，我不太常看这个东西，真的。开查。哇，谢谢我的童年可以让我蹦出这个名字。我叫做克里斯多弗罗宾，哦，七个字哎，好爽啊！你也才五个字而已，弱。好难哦，我叫金布拉德雷好了。还有这样的吗？金布拉德雷，哎，也是五个字啊。灵魂的猴子哦，那是什么什么飞飞什么玩的小猪玩小鸟玩，我可以取名叫做达拉蹦把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哦，那不是动漫的角色好不好？你不想是动漫的，我不先想办法喊出自己的名字好了。可以啊，达拉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你赢了，今天你赢了，好吗？现在这个取名，我们要怎么惩罚？我算了吧，我们就惩罚一下吧。既然你这么喜欢，叫什么？达拉蹦把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到底是谁、啊？他是一首歌，对，他是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勇者。不是啊，谁？它是一个歌曲里面，它不算动漫啊，是吗？不行、喔，那不算动漫啊。它是一个国人唱的一首歌里面的角色名字。国人的歌，乔拉格尔，回去可以分享给你。你先知道他是谁吧。我们现在光取名字可能就取到九点半了，真的哎、欸 OK。我们不能挑简单一点，不然我们选个极限的字好了。我们可不可以选简单一点的、欸？对啊，我们是菜鸡耶、欸，菜鸡真的很弱啊。不然五个字以内、啊，五个字以内啊，所以一样是动漫角色吗？哦，我知道了，
我们取别的实况主的名字，哈哈，或者是主持人，哦，可以啊，是其他实况主的名字是哪一个实况主的名字很长的？我决定了，我就要叫 UD 大将军，我要叫做餐餐自由配，餐餐自由配，所以我们这里对对对，终于有个。可恶！我现在你就叫林家宽好了，白痴啊！妈的，我没有他们本名的好不好？不是啊，我叫林家宽，妈的，有你指着我，超尴尬的啦。欸、林家宽谁呀？很奇怪、欸，我没有在接触人家的，我真的想不出来他有谁名字叫长。你就这样，你认识人就好，鸟屎之类的、啊，都两个字而已，超鸟的啦。可以啊，他们八毛，都两个字啊，你可以把那个两个人名字加在一起，就四个字哦。哎、嗯。欸也不行啊，这样也是就卡在一起了、啊。那我就叫蹦蛙桶神好了。哎呦，哦、真的哇！你还加那个，对啊，帮他宣传一下他们的公司。那不如就叫中山缝底锁好了。中山缝底锁、啊、六碳啊。中山缝底锁六碳。中山缝底锁啊 ，UZ 大将军来。我要你指我到时候弄到你，我要指着你喊 UZ 大将军这样。对 ，UZ 大将军。对，好、啊。而且如果是同时，就是你比方说三个人一样的话，就是都要喊，你就要喊同时你面对的另外两个人。好，一样先喊出来的人才赢。哦，中山逢低锁来了。哎哎呦，首歌，首歌，随传随到，听到在叫你了吗？真的感受到了吗？就你了。好，差不多吧。LZ 是三小，我叫做餐餐自由配，餐餐自由配，哇，完全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哦，餐餐自由配，你敢嘴？我是不敢啊，我没事不加快速度，我们就一个人发牌就好。好，蹦蛙桶神 ，UZ 大将军，好，跟餐餐自由配嘛。嗯，好，那就那你叫中山逢底锁 ，OK？ 对。这怎么突然觉得很难呢、啊？每次都要记这个超麻烦的，我最讨厌玩这个了。那就。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哦、喔。对啊，到底怎么玩？这个怎么玩？你们已经 我突然有点、你们已经一样了啊！就是这个是我的，我这样子哦，发这个是我的，对对对，然后一个人发牌，好、這個啊，那我懂了，那我出来，好好好，好，我这样，谢谢，谢谢，好好，我来，把那个拿走。啊，谁到最后牌最多就输了，就输了，好，反正输的那个人拿到所有牌，那我就直接指着他讲就可以了吗？对对，要指哦。不用吧，其实也不用，就喊得出来就好了。好，喊到对方就好了。鱼大将军，他怎么很强？傻小啦，他怎么很强？好扯哦！哇，不行啊，你要放下面了。好，叶子发牌帮我发几点。好。他们 care take 到啊。怎么久啊？鱼大将军，我极度怀疑，恭喜！我极度怀疑这个游戏有恭喜恭喜恭喜在。看，这名字太好记了。这个游戏有点霸权存在，人太好了。这怎么中山逢底锁？妈，中山逢底锁，我真的快笑死。没有中山逢底锁在哪里啊？中山逢底锁，好，中山逢底锁。可是意外的还蛮静态的这个游戏。餐餐自由配，我们已经够慢了，不过还是叫出来真的、欸。哇，你好，我是蹦蛙桶神，蹦蛙桶神嘛，这个画面很好笑，蹦蛙桶神嘛，蹦蛙桶神。刚才讲说，先倒抽一口气，到我了，长官叫到我要完蛋了，总算轮到我，哎，要叫什么名字？这个游戏真是有点那个。好在，张荣宇讲，而且应该发牌要超快。中山逢底锁 ，no， 突然就发牌了，突然就没有反应哎、欸，我刚才想说，其实我也没有看出他们长得一样，真的，我刚才没有看到两个一样哎、欸，刚才想说肚子好饿，我说怎么突然时间暂停了、啊，真的，太棒啦，好来。什么哈利波特？哎、欸，众神，三角哈利波特，为什么哈利波特跑出来了啦？你是不是想去一下环球、啊？我太紧张，看到上面讲，我想说奇怪，怎么有一样数字啊？你突然看到，哇，跟哈利波特蹦出来了。
快发完了、欸，刚发到谁、啊？差不多了，这边。哎呦！等一下，因为大将军，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很好，自己的名字，哇，哇，你好可怜啊！可发牌不利耶，真的，发牌，发牌好像会分心吧？那等一下最赢的人发牌好了。餐餐自由配，太棒啦！你是不是在想晚餐要吃什么？最后我在想说，等一下还要不要吃东西？没了，算一下，计算一下牌吧，这两张，我这边有四张，我好多。你们到底哪里是 nice？ 这人是牌会黏是怎样？对，是不是你们来做些什么怪怪的事情？这个要用阿鲁，阿鲁啊，十四，我十三，十六，这绝对是一个运气游戏，真的，所以这是运气一发吧？好，好，给你一发，真的最赢的发，洗个牌之类的吧。好。看什么？三三最有配。中山逢敌所啊，有什么困难？还是你肚子也饿了？有在想宵夜吃什么？三三最有配，中山逢敌所。对，尤力大将军，碰花筒神。OK， 好，开发喽。来，好黏哦，对不对？你可以稍微慢一点。哎、欸，三三最有配。那我要继续发信吗？如果有一样的话，我要停吗？要停啊！要停，你要等他们有反应。哎、欸，我们做这个到底要干嘛？赢的跟输的到底差在哪里啊？没差。我们做这个团康游戏的意义是什么？没有，就是只是要有惩罚，输的有惩罚，对，或者很健康，很健康的惩罚，健康叫你走健康步道之类的。对。怎么了？怎么？刚刚他照片差点把我手给吃了。哎，张总，分你有，哈哈哈哈哈哈！你有无敌帅哦，真的，真的无敌帅，真的无敌帅，真的无敌帅，哈哈哈哈哈哈！哇，真的无敌帅，你要看很多亡命关头才出来，干！哇，一次收集到全满呢，好多，我刚刚把直接爆炸了，收完整，真的，你如果一次拿超过一半就爽了，来。来，我拿一次拿少，它比较不会那么黏。餐餐逢敌所，餐餐吃逢敌所。Sorry。哎、欸，有啦，哎、欸，棒花筒神，哪里有了？真的，找这个东西就是你哎。好，在我们在第一吧，真的，果然发牌的比较容易出事。发牌不利，我刚发最后一张中了，是还是怎么样？对，好了，厚度这么厚哎。哇操！我觉得不用，他就直接输了。哇，夜用加长醒哎，恭喜你！哎、欸，中山逢敌所，两张可以，哇，好棒哦，有两张哎。没了，没有，没了，那就那怎么办？就 这些不算啊，对啊，就这些不算，然后发，哦，就两张啊，看来又是叶子赢了。对，加油，让他输。啊，我们不是最后一把了吗？这样应该要结束吧？我们玩好久了。最后一把了，耶、yeah! ！我们玩好久了，真的真的。那这游戏超静态，那就超安静。他一定可以就直接我他妈十五张以上、欸，你算了吧，你就一半以上了。跟我们来输一把就所以我们现在要让游戏健康一下吗？太快了吧！啊，怎样？我上次来那个统神的跑那个健康，还不错啦，给你点有氧。好，你有跑健康不知道？跑他们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跑步机哦，下上次来好久没跳绳了。你们这边有跑步机哦，迷你跑步机。这个是计数器耶，你不要甩到我，你甩到我一下，我叫你赔五万。过去一点，好危险！他妈，我觉得我一定会被他甩死。真的，觉得这个空间根本不够吧？运用你的想象力。喂喂喂！我觉得绳子好长哦，注意点。不是要甩几下？二十下。好。哇！不行哎、欸，等一下，二十下，二十下。哎呦，脱了，而且我觉得绳子好那个，你就像是一个高中生想要打扮成成人的样子，高中生怎样？想要就是你知道打扮成成人的样子，手抓一圈，对啊，要多久？你这样子坚持效果很差哦，而且他连里面都穿高领毛衣，真的哎、欸，你到底想干嘛？
你这样太你这样跳，等一下一定会把自己绊死。真的，你会直接一头撞上神松，等一下会出人命，就要被神松。这个节目也不是十八禁。我们可不可以下次不要弄那么高难度的、啊？你要问哈鲁。哎、欸，很难，你甩不过去啦！你就想办法跳完二十下就好了。快跳跳，六高吧？六呢？你有没有跳过绳啊？很难跳，很难跳，很久没跳了。到底是这跳绳问题，还是他人的问题？我觉得都有吧。今天跳天花板，我等一下可以试一下看看吗？干！我觉得因为他都一直在打到天花板、啊， oh. 我觉得你后退一点试看。可是你后退一点又有木箱，对没？这个空间那么小，这绳子本身太长。哇，你四面楚歌哎，我觉得好恐怖、哦。跳爽没？几下了？几下了？算吗？二十下。可以，后面。15啊，好，再给你跳五下就好。跳。四面楚歌，你好可怜、哦，而且你脚还是卡住，你还穿那种有跟的，真的。哇，你跳这样就不行，难怪都没有在减脂，你还差三下，加油啊！来二。再两下。等一下，这是跳绳的问题吗？我看不太出来、啊欸。我跳跳看好不好？可以试一下。换人，好，试一下看看。我觉得难跳。你自己玩看。我觉得跟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爆难跳。我觉得跟场景有点关联了、啊。这算难跳？屁啦，还可以啊。啊他不是正常的，看到这是人的问题。看到这是人的问题啊，真的，你减脂效果蛮差的，我看爆了。哇，爆了。妈的，你跳跳看！不行，我脚受伤，我现在不能跳。他妈的！好，感谢姚志宇，我们示范什么叫第一次跳绳，真的，跳就没跳了。然后我们现在要玩一个鲨鱼的桌游啊，这个、啊、这个看起来好玩多了，比心脏病好可爱哦。希望你们下次可以不要再有心脏病这种东西了。好，那我们这一趴就是你知道自己做钓竿，然后来钓鱼，然后就是大家有看到吧？没有。有了，就是你去钓这个东西啊，你钓起来之后，这只鲨鱼有一定几率会咬你，所以被咬的那个人就输了。他怎么拉不起来？用力一点。钓竿已经帮你做好，就用钓竿就好了。稍用力。哦，这样就算了。这样就算是钓到一只鱼吗？算吧。哈，又一只。哦，骰子上面有两只跟一只的，对，那运气很好就可以钓两只了，这样可以了吧？好的。好，那怎么样？顺序如何？所以不管我们钓鱼的数量，只要被鲨鱼咬到就输了，就输了。好的，好，那就不浪费时间，从我开始喽。好的，哪边看得到啊 ？Lucky ball go， 一只鱼。怎么看出来？怎么看出来一只鱼？我看每一面都像一只鱼、欸。它就一面有两只而已。哎、欸，你手会抖是怎样？因为我最近抽太多，是不是？吃的太少了。哇，大哥，你这看起来很有问题耶！你连钓一只鱼都有问题耶。你是不是很少在钓鱼啊？最近在戒烟那个戒断。哦，有啦！哇，他妈这样就可以了，靠你妈啦！第一只要不要先二十下、啊？再见。所以现在让他跳绳了，是不是？先来二十下、啊。我也要跳啊，太危险了吧？没有啊，我试试看啦、啊。其实我自己有点好奇，现在的角度有没有办法？它是随机的，对不对？好。这是随机的还是我太用力啊？随机，真的假的？那我是不是今天应该去签个乐透之类的？是，跳绳在哪？卤蛋是不是瘦很多啊？感谢，有啊有，稍微啦，稍微。我到底跳不跳起来？像奥运的是，好认真啊、喔！我的妈，金牌是奥运的，是奥运的。我觉得好恐怖，我怕我脚等下断了。你单脚跳啊？压力很大，对不对？真的，我觉得好可怕。为什么啊？他腿好细哦，因为很久没跳、啊。不是因为我的腿，就是你知道，有骨头凸出来。哦、oh. ，有影响吗？真的有，太能够那样跳。哦、oh. ，你一下想搞得大家压力就要绊倒哎。哎呦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耶！ Yeah. Oh. Yeah. 我完蛋了，我明天要去推骨头了，我超痛哦！再次证明跳绳是 LZ 的问题，跳绳没什么问题，好奇怪啊，不是跳绳的问题吗？干，我觉得我的脚一天就完了，脚跑掉，不会，明天脚就好了，希望了，跳怎么来？下一个，换我，那就换人了吧。嗨 ，Lucky Ball， 一只鱼，嘿，再怎么样都没那么衰，哎呦，这。叮叮，哎、欸，太爽了吧！为什么？好、啊，这是龙虾，一只鱼，一只鱼，就你啦！
哎、欸，哎呦，这个哇，这个吊起来的感觉还蛮不错的，比小时候那种磁铁的还好玩。两只鱼，可以，Lucky Boy，欸、跳绳喽！哎、欸，如果有我要中的话，我可以不要再跳。怎么可能一次两只？可以，它有些圈圈弄在一起 啊！不要不要，我觉得很危险，我觉得很危险。等一下，我被震到了。没有没有，就是他了，就是他了，是不是了就是他了。我觉得晃到了。不行不行，你就是被咬了，去跳。我觉得这个太好笑了。我觉得晃到了，就是他了，去跳。我觉得晃到。我觉得晃到。这个拉起来一定起来的吧？哇、哦！我觉得晃到，哈、啊，还要跳20下。啊，还要20下，而且他中间打结，你要不要先顺一下？好了吧。小心啊，小心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慢一点，慢一点，慢慢来，走。我觉得你跳起来真没有劲儿，好奇怪啊！你的坚持，你的坚持效果一定很好。这我跳起来跟人家不太一样。你终于发现了吗？因为人家在跳绳，你在跳远。为什么跳起来跟人家不太一样？不知道，我觉得你很好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跳起来跟人家不太一样？哦，你拖鞋看看，因为你跳很高啊，是不是哪怪怪的？你站前面一点，站前面比较高，你站前面一点。哦哦，有有有，有有有，好点好点好点，应该是鞋子问题。这跟鞋子没有关系，真的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一点点而已吧。鞋子差不多拘束了你30%罢了。刚跳几下啊？你的脚不用勾这么起来吧？你的脚就离地就好了。很难哎、欸，我难控制哎、欸。他是少女，真的。哇，你好青春哦！结束了，好开心，真的好，睡睡睡睡，跳得好高哦。他回去跃动感很强哎、欸，真的，你的腿太跳太高了。看来你应该回去研究一下我们今天 VOD， 看看我的脚是怎么跳的。好，我受伤都可以跳的 V， 回去改进。好，我们这边玩完那个鲨鱼了，所以我们要再换一个，这是什么？游戏。好，跟上面是同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欸，这是什么？Nation League。可以了，这不错了，我觉得这是你的极限，很棒。那有没有摇杆之类的？这边呢？这边。好，感谢。到底是多想喂我们吃东西来一直喂 ？Versus， 大家可以按那个吗？可以，好，谢谢。真的啊？啊，我来玩啊！你是不是他妈跳一跳，脑袋又跑了？你们叫出自己吗？右下的绿的。哦，这个我有印象哎。我是黄的，我没玩过。我当机器人。我绿的。我要当强棒高手。还有一个没出来 ，Uzi， 你有那个吗？找酷。有了，我是一批。好，红的，我黄的。啊、绿的、黄的、红的、蓝的，我蓝的。OK， 雷尼克顿，不是这在玩什么、啊、？Star Game， 这种是 PK 的吧？哎、欸，哎、欸，有，好像有玩。这有印象，这有印象。下面那个是跳，然后我们先试玩一场嘛，先试玩一场。我们要打球哦。哦。被球碰到就死了，对不对？然后。B 跟那个 B 跟 X 的那，那重打能干嘛？往上吧。你可以嘴巴跳。哇！啊哦，这样子哦，这还蛮酷的。可以啊。所以它只有两颗操控是不是。好，那个是红色的才能打。为什么我？炸！我的妈呀！哎呀，双杀！为什么可以往上打？按 B 跳墙，按 B 是往上打。哎呦，耶！是有 B 可以往上靠。为什么有一个笔那个叶啊？好像可以。看啊，在干什么？对，有一颗按钮是 B 不打。哎呦，不给打哎、欸！打过球的，就是会一直是你的操控权。没吧？就是你。哎呦，他有出技能哎、欸！他为什么还有技能呢、啊？对啊。哎、yeah! 欸，这个玩过不算、啊。我没玩过啊。哎、欸。按住会集气，集气能干嘛？哎呦，哇，这球太狂了吧！三小啊！哇靠！哇这也是假的正常人类吧？这还是正常人类战斗吗？太神啦！你喜歡好可怕哦！哎呀！不要打我啊！救命啊！为什么鳄鱼可以跑在墙上啦？哇！太快了，超快了！
真的那边等一下，快按 B 啊！鳄鱼下来啊！哎、欸，暂停暂停，按 B 啊！鳄鱼下来啊！我爬上去一点，不同的角度会打出不同的那个，你可以按 B。拜拜！快成这样怎么打、啊？哇，这个这么好玩！哎呀！哎呀！哦，为什么？举球手啊！哎呀！哎呦，三角双杀！哇靠 ！Double kill！ 哇！嗯哼。你怎么不打回去啊？我没办法啊，我这边拉杆啊。哎呀，发呆啊！有人在发呆啊！哎、欸，你们魔球怎么用的、啊？蓄气攻击，蓄气攻击用魔球，按住是不是？哎呦，哦，我、哦、靠，哇靠，都可以啊！跳打大师，啊、我挂了。那我在理解这游戏之前，我就没命了。啊！我靠！为什么你有特殊球啊？真的？为什么你有特殊球啊？哎呀！被打了！想跳过。等你们了，我已经没得玩了。哇！你的离太近了。哎、欸、哎、欸！哎呦！是有是有！连我一起打是哪招？魔球！大小！大小 ！PK 了 ！PK 了 ！PK 了！你太远了。哎呦！早灰了。哎呦！还是叶子开球。炸！为什么他可以第一球都？为什么你第一球就这么猛？为什么你有魔球？他有另外一颗扭的攻击是重攻击吗？魔球！他妈的！好、啊，我们这样怎么办？就再来一场了。嗯，好，会玩了，来吧。我们来一场正式的吧。V4 Play ball。Play ball。是。啊！怎么有一个人一开就不见了？哎呀，没有真的，鳄鱼好卑鄙啊！好卑鄙啊！鳄鱼好卑鄙啊！为什么鳄鱼可以攀墙啊？爬墙鳄鱼好卑鄙啊！看，啊，太歪了！哎呀！我操，被鳄鱼弄死哎！真的，鳄鱼好爽哦，鳄鱼立体。哦，我卡在那边超危险。我靠，这好快哦！耶！哇靠！对啊，我以为更小心了。有人，你这样直接把我头挥爆了，是不是？为什么他球棒直接打我的头啊？我也觉得这合理打头。嚯！嚯嚯嚯！嚯！嚯嚯！哦、哇！好快！哎呀！爆头！想偷鸡？真的想偷鸡啊！哦、红的 ，Go！ 哎，跳杀！哎呦！看，打到人！哇！我们有一只鳄鱼，鳄鱼尖尾刀、啊！为什么一直打到人？尾刀鱼啊！尾刀鱼！哇！你也想？这什么、啊？超级慢速垂直球！他在洗球啊！你不阻止他？算了吧，我就静静的看着你。画面看起来就是球棒直接挥鳄鱼，我是，不是哦，我用手心。哎呀，可恶！哇，哇你酷！我有会哦，我有很快很快。哇靠，这怎么会得到啊？帮忙缓冲哎，干！胸康，我手心了。哎干！耶！太夸张了吧！干什么啊？吸气球。哦。哎呦哎呦哎呦！突然换位。哎呦会有会。捡球。耶！有地没了，我射了。哎呦，为什么刚是不是集气？我集气，可是挥不出去。哎呦。耶！太慢了吧。是啊是啊，现在目前已经倒一个了，就哇回太早了，哎我也回太早了，可恶！
干要被叶子，要被叶子干掉啊！叶子屌虐了！哎呀，这是什么啊？哎、他比那叶不打，这半天这鱼有点危险哎、欸！哎，这样也可以。哎，哎，等，哎，哎，哇，叶子还会蹲下装死哎、欸，好卑鄙哦！一口会攀墙，一个蹲下，好卑鄙的游戏啊！不要炸！跳哎、欸！单挑！单挑啊！哦、单挑、啊！来了！单挑！决胜局！单挑！秒杀！我就说单挑啊！秒杀！绝对是直接拿棍子打我！秒杀！好了，最输球！耶！最输就你！妈，我是上一局继承下来的，不一样。垃圾！啊，现在这样怎么算？再二十下，就是我，明知你输了。两个人一起二十下。万福地挺身。那反正也就差不多，就算了吧。怎样？又我？就你啊！你再给他，我你再给他笑一下嘛！啊？刚刚正式场不是你说啊？对啊，刚刚不是算总分吗？没有，我们算单局的一局胜负。你再跳个十下嘛，给他笑一下啦。还要跳？好跳不动了。好，先休息，先休息。好了，现在几点？现在三十分了。好，那我们就先进广告，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有另外一个我靠，冒险游戏可以打，好不好？对，拜。